产的，阮在地讲叫伊合作龟甲翅。龟甲翅，它的国语叫冰翅。嗯嗯嗯。伊真好种。嗯。那伫即个海风、咸风非常多的阮即个所在，伊有原生种甲足好的、嗯。所以你有家种啊？系啊，我自己要用，我拢家己种。嗯嗯。因为这几年来就是一直在。保育，因为外地人就最终来阮家办，蛮去买啊。这终究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他的最大天敌还是人嘛。所以阮这几年来就是也一直配合国家公园做保育的这个动作。那这项物件伊好好的倒，这个地方非常的酷热，肝火都会比较旺。老人家嘞，他都会拿起来煮鸡汤或者煮青草茶。这样子，结甲翅龟啊，嘿，好好。啊，我先搞，这结甲翅先放落去鼎，先煮，先去滚滚伊的味道出来。嗯嗯。了，咱再下鸡肉落去，再做一控。哦哦，啊，控外久？差不多啊，点外钟哦。点外钟哦。结甲翅，出味啊。出味啊。然后鸡肉放落去啊。啊，你过来南北行无？较等下啦。较等下哦。较等下个，伊三十多斤啦。哦，哎，两斤哦。鸡甲翅过好啊，你吼。安喏。哦，看起真好食。